到啦，而家搞到我冇晒心情。对唔住啊，我寻晚唔应该同你嗌交，搞到伯母误会咗。你放心啦，我一定帮你搵翻佢噶。有咗啊？所以阿盛咪想快啲同我结婚咯。伯母啊，伯母呃阿盛钱噶，我哋喺上每个月咧储翻啲钱俾个 B B。襄阳王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假托性命！你可知道这是欺君罔？知咗新闻大奖，你快答我啦！我肥啲好定瘦啲好啊？老实讲，你肥啲定瘦啲，我都冇所谓噶噃。点系冇所谓啊？我系女朋友啊，呢个对我有要求噶嘛？如果咁都冇所谓嘅话，你求其揾个阿婶做女朋友得啦。我也没有想到，你总是对我说谎。我其实你一直都很喜欢童真，一直就没有忘记他。就在两个小时前，你们还是在一起。真系好出名嘅芒果糯米蛋，你试下。好啊。嗯，呢个好味，系嘛？呢个真系好味，椰汁喺里面，同埋好咬起上嚟，呢糯米好淡啊。每逢年尾又系结婚嘅大旺日，相信好多人已经收到红色炸弹。喺婚礼上边，最瞩目、最靓女嘅系边个？唔使问，梗系新娘子啦。走过今世今生，只想说我爱你，却埋葬在陵墓里。